那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哈，我们全新的 Tom Ford 黑金唇釉这款产品的外观哪里比较吸引你？我觉得是他们一贯的这种风格的感觉，它线条非常鲜明。哎，是的，黑金配色，对啊，对，显得非常的高级哈。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，你觉得有哪些呼应？这些场地我刚一进来发现有剧院，嗯，然后有化妆室，非常的先锋，然后非常的摩登的这种感觉啊，是，其实也是有模拟到我们普通女孩日常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。